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百姓，我是阿瑞斯。对，我们接下来实测大家一直很疑问的一个装备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嘴饰。哦，听阿瑞斯讲，你说这个装备怎样？没有那么实用啊，没那么实用。对，我有在跟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讨论过，因为它这个普通攻击有3%的几率使本次普攻物理伤害提升100%，没有冷却时间，所以攻速够快的话，应该可以提升。我自己认为应该，哇，那假设你打10万会变20万的概念哦。对啊，方向这样是没错嘛？对啊，但是很多人误解是3%提升100%，以为是永久，没不是永久，它是3%提升100%，对，就那一次，对，要再下一个3%再提升100%。对，我的认知是这样，对对。但我觉得应该是蛮强的，听阿瑞斯讲。我觉得一定要实测一下。对，你觉得很烂吗？我想问一下。我测完了吗？你测一下。我是，所以你自己觉得是？刀爆刺来讲是有帮助啦。刀爆有帮助。蛇命跟鸟猎还有其他很多的选择。哦。对。因为我让阿斯帮我配近战的装备哦。我现在的流派给各位看一下。我是不知道法师可以玩近战，我今天才知道。我配了动能管理模组，普攻增加，再加上一个魔力波场增幅，再加上元素手套，基本上已经算是。几乎都最顶的齿轮了。动能管理模组是攻速增加，对吧？没错嘛，因为阿瑞斯以他的你是刀爆刺嘛，对，刀爆刺来帮我配我的近战装备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但是我相信这个伤害也不会多高，因为我之前试过，他妈的，我的这个近战实在烂到一个不行。给大家看一下你武器什么流派啊？我也是第一次看过哎，武器的流派这边给各位看一下。原来贤者可以玩明爆哎，可以。预言路，再用预言路攻速提升哦，然后还有触发暗属性魔。还有6%的几率，风、地、水、火、魔物造成伤害提升8%，因为它是用攻速去触发的，所以我要连续让它去触发。然后盾的部分我一样用加智力的，因为我出来的魔攻我需要 K 人。然后这边一样用疾风套装，因为我要加敏捷，没错吧？对吧？对。所以我现在攻速已经撑到我看一下哦，259，但是还不是最极限哦。还不最极限、欸、因为他我要吃什么，我刚才已经全部问过阿瑞斯了，所以要看刀爆的有没有，大家可以去看他，近战的就是看他的好不好？对，来，首先第一个你就吃，对啊，舌头嘛，三星，对，对不对？还有吃敏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 CD 刻个一张，是哪一个？啊，这个 CD 好 ，CD 再刻，集中药水，还有附魔，对、哦，我附魔，我附魔这个脖子卷轴。OK 了、oh, ，OK， 可以了，我可以上了。可以，我们来先看一下，我现在是在于没有装备那个嘴饰的情况底下，我们看差多少。当然，我们还是要看那个秒伤嘛。对。但是我会想要看的是不是秒伤，因为我想 PK 的时候用到的时候，对这个效益好不好，就是会爆出一个两次的伤害嘛。对。来，我们来实测一下，好不好？开打，1分钟。其实你的敏爆是远距离的、欸，对，我远距离，有点三格的概念。对，因为他这个设计过。那、啊、你的现在攻速是多少？这样我要怎么看出来？看不出来，我刀爆也看不出来。我现在是500哦，500的攻速了，各位。怎么可以到500？这是顶的吗？顶啊，500顶的 ，OK 了，攻速测起来就 OK 了。等下我这样怎么看？就20万，他还是20万的。对啊，很难看得出来。看不出来，很难。我没有办法看到40万的伤害出来吗？很难。他是多打一次的伤害，多打一次，好像是这样。哦，是哦，因为我刀爆也看不出来。靠背啊，那怎么知道？我只能看1分钟多少点伤、这样子。各位，500攻速的智者哦，你在看这攻速怎么这么快？你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？对，我有点怀疑。什么？别乱怀疑。你的技能增加攻速吗？你再看一下。没有，我全部关上去。等下这个先等，看一下秒伤多少。好、哦，128万，128万，对吧？比起来差弱很多嘛，128。对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攻速的部分，500%。500。没有问题。那 OK， 那智者是有条件可以玩免。有，但是伤害有点低耶。可是刚120几。可是你全部关下去的情况下，这个伤害，这样我觉得还行的。刚是128是不是？对、啊，128。好，我觉得还可以的，因为我刀爆一刀。如果最大加成也大概是10万、啊、哦，是啊、哦，你现在一刀10万，你还会触发火箭数是100万、啊，对，我要一直触发火箭啊。那其实不会到非常弱，但是以贤者的其他流派应该是比这个强太多，对对。今天这个给大家知道一下，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知道，原来贤者是可以、可以玩近
近战的，有点像魔技法的概念。对 对, 對，但是我就觉得伤害不知道他设计的有点鸟，因为其实我的这个那叫阿凡，今天看不到流派印记石板，我已经有装这一颗了呢，这有增加触发哎。嗯，可是你本来就不是用零暴起的机体的、啊，所以你能打出这样伤害已经很强。我已经尽量全部挑了。对对对对，因为你本来是就自舍的机体啊。对对 对, 對。然后现在我们要装备，刚是128嘛。对，装备嘴。嘴装备128。这样连我都期待了。对，我也蛮好奇的。因为如果你们想要看刀爆刺打出来伤害，可以去看我测试。对，可以看阿瑞斯的。那看完你就有一个心里有个底，你要不要抽这个嘴刺了？我是觉得有更多的选择了、嗯。有更多了。Okay, 那影片我们等一下贴在留言的字里。好，底下留言的字里。来，感应一下。那我也蛮好奇的。对，你是可以提升多少伤害？嘴刺，感应。我准备好了。好，来。你觉得大概伤害多少？刚刚128，你就如果你500%的攻速，大概会多增加大概3%左右的伤害。3%绝对足以你一掉。128万大概会多大概135万左右，大概3%左右。好，来试一下啊、哦！我要来了，看到！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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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一下你攻速还是500？我看一下他有没有爆出来。攻速500万，没错。好，来，他到底有哪里爆啊？看不出来。那我怎么知道？应该不是、啊，应该23万会变。什么？你以为会变大波的？六几啊？应该是这样、啊。我上次看你，我看了超久，我也看不出来。那我怎么知道？他好像是多一次伤，你只能看一秒伤。多一次伤害？对，我操！但是你因为你是触发火箭术打出来伤害，所以你这个到底到最后一分钟会不会是准确的？比较难知道啊。啊，我火箭术已经触发到三十几趴以上了。可是那个是几率性啊，30%呢、欸，很多了。这重点不是那个、啊，重点是悟空会加两。那个啊，可是你20万悟空加2倍是40万，那才3%发动一次、欸啊。可是你火箭术只要在这个上一次测试跟这一次测试都发动了2次，你可能就测不出来了、欸。但是有啦，有是不是？有58，不就126，干变少了，干128。等一下，结论等一下、哦，我先讲，我先下一个结论。对，就是干法师用好像没什么感觉、欸。对啦。对，可我攻速够快了不是吗？够快，但是其实是有增伤的，就像我讲的，你的两边的火箭术，可能这一次火箭术多发个1发，就多100万了。可是他那跟火箭术没关系。有啊，因为你两边的几率不一定都是40%，因为在这一分钟里面，可能上一个发动率比较高，这一个发动率比较低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是浮动啊，你不是一个不是对是没错啦，我是只说靠背啊，我装这个跟没装，哎，对啊。对啊，因为它只有3%，3%真的很发动率很低。我还有小体型加5吧，伤害加5哎、欸。可是你看哦，好，小体型加5对不对？普通物理伤害提升，所以但是你如果打20万，对不对？翻倍是不是变40万？对啊，那多5%，对不对？就是21万翻倍变42万，那也才多22万。但是你两边的浮动的火箭术，只要下一个火箭术多丢2发，你就多200万了。我这样讲好了，它是。普攻物理伤害提升，所以我基本上我用火箭术在撑的，所以这个装备对我来讲，就跟我之前讲的我的职业没什么屁用一样，也没有用。就算我换了这个职业，还是没什么屁用，因为我影响到的是火箭术的触发，而不是普攻。那普攻才9万10万，顶多变20万啊。对，对啊，那火箭术靠下去88万。对啊，如果想看近战的，我刀爆刺，对啊，刀爆刺已经是两把武器最快的攻速。大概增加多少伤害？你可以看底下留言的影片。那你看完再看有没有想要抽这个？我是觉得有，阿瑞斯有可以考虑的空间呐、啊。阿瑞斯是说还有更多选择。对，主要是不要被他叙述给骗了，不要讲敢骗了，就是他叙述说明的不是那么清楚，对，怕被误解了，对。因为很多人在传说这个嘴刺强到普攻是永远多2倍的伤害，这个是错误。哦，我没有讲这句话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永远，因为他是3%多1下。对，我的概念是这样。对。不过，等一下我必须讲一句话。这个嘴刺令我有点失望了、欸。不过我觉得、欸、也算是被补习的一课、欸。因为我不知道贤者可以当搏击法玩、哦對啊。那可以让大家多一个流派，多一个新鲜感、啊嗯、如果真的贤者玩腻了，直接切，这个叫什么流派？这个谎言。那个应该说，我看一下，他这个技能应该叫什么？明爆法、哦。如果你要贤者直接切明爆法一。
以百姓是贤者的机体去调整成名爆发攻速还有500%，那代表每个人都可以玩这个流派，但是应该我觉得还要再调整一些东西，因为包含附魔什么，可能全套都要调。对啦，但是我们这个流派就休闲嘛，你不可能为了这个名爆发去全部调整成名爆发，除非他就是想要玩。很难讲哎，全部调整下去搞不好。除非他就是想要玩名爆发。对，完全是有可能有搞。那为什么不玩魔戟要玩这个？魔戟啊，魔戟它还是物攻，这是法攻啊。对，对，这是法攻，而且它还可以触发火箭速率发100万。对，而且可以随时切换哦。你看，因为你看我现在火箭术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可能也我可以直接切过去变水箭，变那个冰箭术，然后出来就现在就变冰箭了。对，有没有再切？它变那个雷击术。哦，所以这个技能是可以切三个属性。哎，不是，还可以切，还可以切地裂四属。对，还可以再切，还可以全属五属。对，全属应该是随机的。哦，随机的四属随机。对。哦，哎，那这个技能。就好玩，还蛮多元的。但是，刚才伤害实在是……但是你切一个流派会比较好，因为你就是对专门增伤那个流派。对，我觉得是同一个会比较好。对啊，可是你刚才打的伤害有点让我意外啦，那有点失望是不是。不是，我刀爆一刀可能10万，但是我速度绝对是比你快的，因为我是250万。但是你刚才一发就10万了，而且你没有暴击。哦。所以你火箭术，你光10万的情况下，500%攻速还可以打出火箭术100万。虽然说秒杀绝对不会是全贤者那么强，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提供另外一个流派的玩法，还不错。因为你没拍这部影片，谁知道？对，我个人自己不知道是贤者可以这样打、啊。没错，我觉得阿瑞这人蛮不错，还蛮会安慰人的。没有啦，我是觉得至少玩法多元一点啦，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多元流派的玩法，对，我喜欢就是玩一个单门的。没关系，我知道烂了，不要再说了，真的蛮烂的，真的蛮烂的，又切回来了。好，这一次的介绍就在这边。喜欢今天没有，请记得右下角订阅。右下角喜欢订阅，旁边的按钮随时可以收到我跟阿瑞斯实测的消息。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